真不少，得想办法过去啊！得有个人去引开他们。月姐姐，前面什么情况？管他呢，直接冲上去得了。不行，带着公主，而且阿南你还负伤了。 注意力，你们包抄到后面，找机会干掉他们。你小心呀，别开枪！ 放轻松，不要紧张，我不是来打架的。你们听我说，你们不就是想得到魔石吗？可魔石自从被我和阿东吸收后，现在只是块普通的石头而已，所以就算你们抓到公主也没用啊。 不如我带你们去找其他能源，也好你们回去交差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别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。 乖乖的把公主交出来，我绝不会为难你和你的朋友。月姐姐，阿东已经顺利上去了，我们赶紧准备掩护吧。以后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不然的话，休怪我苦干净沙雪。你考虑一下。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但士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什么？你敢小看我？啊！士兵们，给我听好了，一起冲上去，给我把他拿下！哦，不用管，谁让他。
阿东，我真想不明白，刚才你不是明明抢了库鲁的小飞船了吗？为什么不直接用它带我们飞出去？啊！哎呦，笨蛋！叽叽喳喳一直说个不停。哎呦，好痛啊！阿东，你这家伙怎么老是无缘无故打我？你这个没脑子的，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。我们如果坐那架飞船，很快就会被他们发现的。而且什么？如果我们先走了，教官和陆博士怎么办？他们能单独从这里出去吗？那你不早点说？你们吵够了没有？要是可以的话，我们该赶路了。都是阿南。现在尽快和教官他们会合才是最重要的，前面还有不知道什么样的敌人等着我们呢。走吧。等一下，月姐姐。